欢迎大家收看《见闻研究所》，我是代班 UP 主运营豆小江。本期研究员月明和沙丁鱼。从2月4日发现本地传染，到2月8日总理发表电视讲话，把新冠肺炎类比流感，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城市之国，在韩国大爆发之前是仅次于日本确诊病例第二多的海外国家，如今却稳得不行，和日韩欧美形成鲜明反差。新冠肺炎之际，一段来自新加坡官员的录音在网上疯传。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长陈振声在闭门会议上怒骂新加坡国民 If we don't issue masks and if we don't issue surgical masks, everybody scold us. Everybody say that we don't care. If we issue surgical masks and give everybody surgical masks just to make them feel shook, I can guarantee you today our hospital system will have broken down. There will be no more surgical masks for our hospital people.You what stock rice, stock noodles? Okay, I can tahan lah. Then why stock toilet paper? No paper, water also can. So why do we behave so idiotically? I cannot tahan. If we behave badly, people think that our society is like that one. We lose our brain one and cannot be steady one. Got anybody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us after this or not? Every country can behave like idiots. Singaporeans must not behave like idiots. If we continue to behave like that, the virus won't kill us.Our own behavior will kill ourselves. Correct. 这段录音可谓是警示横言，因为生意正是新加坡之国本。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新加坡总理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新加坡有哪些因素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策？新加坡真的能控制住疫情吗？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万事万物的发展，自身特质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受到外部大势的影响。新加坡这个城市之国自然也不例外。新加坡从一开始诞生到第一步发展，充满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先说天时，19世纪初，全球贸易和航运的发展，给新加坡这片原始森林小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欧洲国家为了在东南亚的利益扩张，建立连接它的商业帝国，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据点。而新加坡刚好就在这样的地理位置。虽然在大航海时代，新加坡就已经是各国商船的必经之地，但是因为新加坡没有天然屏障，极其容易遭受攻击和破坏，所以很长时间都无法得到发展。此时，英国人来福士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1819年，来福士首次登陆新加坡时，岛上只有几百人，岛上森林密布，这几百人主要是靠打鱼和种植热带生物勉强维持生计。来福士当时就将新加坡定位为自由贸易港，吸引各地商人聚集于此，开展商贸活动。到1860年时，岛上已超过8万人，其中5万为华人。大量没有共同经历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也造成了大量社会摩擦。来福士借鉴英国经验，给新加坡制定了一整套立法、司法和行政乃至教育体系。来福士为整个新加坡的未来的人群和制度打下的基础。直到今日，为纪念来福士为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新加坡主要的地标和道路随处可见来福士的大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加坡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进入了一条超高速快车道。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新加坡于1957年达成自治协议，到1959年李光耀出任总理时，新加坡才算真正走上了建国的道路。李光耀作为新加坡传奇的总理，对于社会的治理、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建立可谓至关重要。也是因为长期稳定的社会发展，使得新加坡在全球贸易、金融和航运业务中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和优势。李光耀当时接手的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烂摊子，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数暴涨，管理层腐败，东南亚周边国家纷纷发展港口经济展开竞争，新加坡的未来看不到前景。但当时李光耀的思路很清晰，要让新加坡走出泥潭，必须有自立的工业，同时因为新加坡的本身需求太小，还需要借助马来西亚广大腹地作为市场才能发展起来。于是李光耀一方面对进口消费品课重税，保护并优先发展工业，同时推动新马共同市场来抢占隔壁邻居的市场份额。最初事情的发展如李光耀的所愿，新加坡一方面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另一方面在1962年顺利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现实很残酷，新马联姻仅仅过去2年就离婚了。
离婚当天，李光耀面向全球的新闻发布会上泪如雨下宣布这一消息。显然当时的李光耀陷入了危机，此前为新加坡设计的康庄大道一下子分崩离析，他既迷茫又害怕，失去了马来西亚的广袤腹地。新加坡不仅仅是没有了市场，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新加坡要什么没什么。正是这种危难的困境下，造就了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制度——民主威权制。事实证明，新加坡发展得很好。这一次的疫情，同样因为民主舆论的宣传，靠大家的预防，轻症不建议去医院，加威权的管理才能控制住不爆发。有多威权呢？第一，确诊一个，一栋楼全隔离；第二，医学隔离期间出去活动，直接判刑6个月。第三，保证医疗资源不挤兑；第四，控制了社会的情绪不恐慌。相比日韩欧美的表现，这一次新加坡又成了疫情治理的典范。但古话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回头来看，李光耀哭了的那一刻，才是新加坡真正腾飞的开始。刚离婚的新加坡经济脆弱的不堪一击，国企效率低下，失业严重。原先依靠马来西亚的市场设想落空后，仍然坚持高关税，自己搞进口替代的发展方式无异于自杀。李光耀决定放手一搏，一口气取消几乎所有关税，让新加坡成为全球进出口和加工地。李光耀对于政策的前景心里也没有底，但此时天时地利开始证明他是正确的。60-70年代，各主要工业国纷纷开始推行国家福利制度，造成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飙升。发达国家企业开始积极地在海外寻求生产替代，转移低端生产能力。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刚好与这一天时匹配。新加坡在土地和税收方面给予外商大量优惠，并积极推动招商引资。很快进入70年代时，大大小小的工厂就已经像雨后春笋一般在新加坡出现。同时，在李光耀的积极斡旋下，东盟在1967年复活。新加坡在失去了马来西亚的腹地后，转身获得了更大的区域经济空间。依靠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性制造业，新加坡在不到20年间快速实现了工业化。1965年至1970年 ，GDP 年均增长8.7%。70年代后，加速至年均9.4%。其中，制造业起到了最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孤立的所谓经济。新加坡战后崛起的第一桶金，跟日本依靠朝鲜战争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周边战争造成了巨量的物资采购需求。此时，新加坡离越南较近的地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至75年是美国越南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刚好和新加坡第一桶时间吻合。越战最激烈的1968至1971年间，新加坡经济年均增长高达13.3%，制造业的增速更是达到惊人的20.8%。在此期间，与制造业并驾齐驱一同飞速发展的还有新加坡的航运业。1956年，现代集装箱之父马尔科姆·麦克莱恩完成了集装箱的首航。1965年，美军迫于后勤补给压力，开始试用集装箱运输，效率大为提升，让1965年成为了现代集装箱的航运元年。而此时正好和新加坡制定的利用集装箱成为东南亚的贸易中心的战略吻合。但此后的发展超出了新加坡自己的想象力。1971年时，新加坡港务局预计10年后的新加坡的处理能力将高达19万只集装箱，而实际上10年后的1982年，新加坡的处理能力已经超过100万只。而这一趋势并没有停顿，到了2005年，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目前航运业对于新加坡的 GDP 贡献约8%，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越南战争结束后，新加坡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路径不久到了瓶颈期，新加坡因此提出了二次工业化的概念，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和服务的密集型这种更高端的产业升级。这当中，新加坡也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连续数年提高员工工资，用劳动力成本上升逼企业转型升级，淘汰和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1984年，新加坡的小时工资在亚洲四小龙中居首，2.37美元。相比之下，韩国工资同期只有1.32美元。同时，新加坡进行国家统筹领导，推出未来重点发展的10大领域。然而，转型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1985年时，由于大量外资制造业迁出，新加坡经济出现了20年以来的首次衰退，负增长 1.7%， 失业率开始攀升。为对冲衰退，新加坡出台了冻结薪资增长、降低工资税率和公积金缴存比例等措施，但是让新加坡转型的大方向并没有出现动摇。两年后的1987年，新加坡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轨道，当年增长为 8.8%，1988年和1989年分别增长为 11% 和 9.2%， 只不过这次的高增长完全是由高端服务和高端制造业并驾齐驱，新加坡再次赌赢。每一次危机都成为新加坡转型和加速发展的动力，第三次也不例外。第三次的危机来源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周边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新加坡经济增长从1997年的 8.5% 瞬间暴跌至1998年的 0.1%， 但由于受到互联网狂潮的推动的影响，电子行业带动新加坡经济迅速反转，1999年经济增速 5.5%， 2000年继续飙升至 10.3%， 但互联网的泡沫破裂瞬间又将新加坡的经济抛入地狱，2001年经济负增长 2%， 创下了新加坡建国以来最差的记录。这种受外部影响而导致的经济大幅波动的情况再次敲响新加坡居安思危的警钟，新加坡决定再次向更侧重内功的方向转型，知识经济和总部经济，大力发展基础研发、生物科技和环境基础等受周期影响较小的领域，并积极引进大型跨国企业，将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凭这两项政策，新加坡吸引到了世界顶尖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至此，新加坡用短短5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制造到最高产业链的三级跳。然而李光耀十分清楚这背后的另一层隐忧，新加坡的成就过度依赖美国。2001年新加坡的研究显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的相关度高达 96%， 所以2000年后，特别是在中国入市之后，新加坡加快实施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战略，逐渐将重心偏向除美日欧成熟经济体的新型经济体。这一次新加坡再次乘上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的东风。2008年再次来临的经济危机证明新加坡同时抱两条大腿的战略是正确的。2009年经济仅仅负增长 0.8%， 随后快速反弹，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谓是往新加坡的怀里送。2013年瑞士向美国投降，瑞士的银行保密法神话破灭，上万亿资产开始离开瑞士，新加坡的私人银行业开始迎来大爆发。据波士顿咨询，新加坡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律已经吸引了 1.1 万亿的美元，新加坡选择瑞士只是时间问题。新加坡如今日益稳固的金融中心地位不是蒙的，而是有着长期的准备和规划。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瞅准了美元即将贯穿全球金融体系的机会，制定了成为亚洲美元市场的战略。当时新加坡经营的亚洲美元业务的银行从16家，10年间就暴涨150家。而如今新加坡已经是全球1200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总部的所在地，金融业已经占据新加坡 GDP 的 13%。 新加坡在历史上一步步完成经济的腾飞，有一个重要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国家凝聚力。而新加坡的国家凝聚力是依靠房地产政策实现的，这个由华人、印莱人和马来人移民构成的国家本来凝聚力不强，所以李光耀认为只有让所有新加坡人拥有国家的一部分，才能让他们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形成共同体，并在必要的时候也愿意牺牲生命保卫家园。因此新加坡的公屋计划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自1964年新加坡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后，到1985年 84% 的新加坡人住进了干净整洁、设施齐全的政府建造住宅，此后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 80% 以上，剩下 20% 是市场化商品房，作为激励机制留给更有能力的购买。这些政府修建的住宅售价更低廉，仅相当于一个普通雇员5到10年的工资收入，且产权和增值归购房者所有。同时在公屋分配时也避免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形成聚集区，从而变成民族集团，这样会削弱国家凝聚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一直正确的操作，使得社会整体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信。对于在家隔离休息以及严格管制的措施，双方都相信和认可，才会得到疫情控制的好局面。相反，在高度不互信的几个国家，我们看到事态正在往严重的趋势发展，令人担忧。
正所谓盛极必衰，如今的新加坡已经完成了几乎所有可以晋级的领域，曾经人均的 GDP 一度秒杀美国。目前新加坡需要做的已经不再是升级了，而是保住现在的位置。但近年来新加坡的经济已经开始有些打趔趄了，2019年时差一点点就出现了两个季度连续负增长的经济衰退。在全球格局正在面临巨大不确定和重塑的新情况下，新加坡千年一遇的奇才李光耀在2015年时撒手人寰，给新加坡的未来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李光耀本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认为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11年时，李光耀仍公开称新加坡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只能算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一个真正的国家，人民得有自我价值意识、身份认同感，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愿意为彼此牺牲生命。这种忧患意识一直存在于新加坡的缔造者的心中。1998年，李光耀到澳洲时称，我100年后回到这里，肯定还会找到这个地方。绿草、牛羊、麦田和果树依旧，但我无法肯定100年后新加坡还在。此外，李光耀在2007年时也公开表示，如果新加坡失败了，或许可以重新加入马来西亚。这些话都是在新加坡在面临外部巨大不确定时李光耀的肺腑之言。虽然在面临每一次的挑战和转折时回头看都是新加坡的机遇，但在结果出来之前，新加坡都是赌上了国运在拼搏，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打算。新加坡的本身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因为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可复制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但是新加坡随时充满危机感的精神和为现在和未来做好挑战的准备，的确是可以复制也值得学习的。回过头来看新加坡发展和崛起的过程，领导人在整个决策中的精密、远见和果断，的确是保证社会与经济稳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那这一次的新加坡同样是依赖领导人对于疫情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做出这样的判断，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形成大规模的恐慌治疗然后交叉感染的危险局面，短时间来看控制住了人数。至于未来如何，这个还需要时间告诉我们答案。但从美国、墨西哥对2019年墨西哥流感的处理方式来看，这未必也不是一种无奈下的最优选择。你赞同新加坡的做法吗？赞同请扣一，不赞同请扣二。在见闻研究所一起见证全球奇闻，感谢收看本期内容，记得一键三连。